镜头转来咱国内，今仔日 NCC 主委陈耀祥要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。不过面对 NCC 进前真侪争议的事件，国民党立委洪孝玲质疑讲，这个报告是无啥内容。也那民众党立委吴国昌批评讲，报告内底有真侪拢是超旧年旧的内容，伊建议归去定下。最近几年 NCC 同团会争议事件渐渐出现在新闻顶面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一排定由 NCC 进行专案报告，也不过会议还没开始，在亚电影就一直进步不完，一直被批评。但我看 NCC 的业务报告，我必须要老实说啊，那个写作的水准比小学生照抄作业都还不如，看大家是不是要要求啊陈耀祥主委把那个报告退回去，叫他回家重写。专案报告里面呢，四页有文字说明，大概一两千字吧，基本上就是把现行的法规的条文作为他的报告内容，有哪些有换照，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执行完毕，这些是一字未提。吴国昌指出，业务报告员工有七成拢照抄旧年的内容。八最过 NCC 委员的立委王晓玲指出，甲供电事业申请换照相关的专案报告内容真空。近三年外以来 ，NCC 陆续传出处理中天新闻换照、经电视上架、三立入股中加这争议事件。也不过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，有一寡案件也伫审理中，无都创造其他超出即阵事实范围的报告内容。七成是超过去的，因为事实只有一种嘛，有关于中天的问题嘛，哦那提告也在一审，也有在二审嘛。但是呢，这些都还没定案嘛。而且那时候是不同问题，所以事实就是如此。他不可能再创造更多的事实给你看嘛。增设换照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条文上面。第二个部分，我是真的是毫无所悉呀。也那 NCC 主委陈耀祥进前已经表示讲，七届任期届完了后未续任，俊外团由伊提名副主委王碧忠来接任。对此，王碧忠是回应，家己人拢唔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